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方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曲子是《花会盛开》。这首曲子呢，是10年前日本的3.11大地震。那这场地震当然对日本带来，无论是精神上、实质上，都是非常令人难过，而且遭逢重大损失。那因此呢，这首曲子就被创造了出来。一开始呢，其他的泛音带出来的旋律或许有一点点感伤，但是之后后段呢，周而复始的主题一而再、再而再的、再而三的出现，就是给人家激励、鼓舞士气的感觉。那么，如果你觉得现在并不是最好的你，那希望这首歌，可以给你一点点鼓励的精神，在未来都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这首曲子送给大家，带来演出的是智学文教基金会泸州吉他班，谢谢。